呦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有事吗？是不是扭到脚了？娘娘见笑了，我自己没跳好，没事，我再来。哎，沈公公，上回思雨给的药膏呢？拿来帮月珍擦一擦。回娘娘话，我已经还给杜小姐了。不是让太医院仿制了吗？小人该死，还没去拿。没用的东西。对了，杜小姐，刚刚还给您的药膏还在吧？谢谢。梁王妃啊，快擦上吧，这药啊很有效的。谢谢啊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皇上寿宴将至，我们还是抓紧练习吧。最近你和思雨练得如此辛苦，不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你们都陪本宫到御花园里坐坐。是。你还好吧？要是脚痛的话，就就近歇歇吧。谢谢娘娘关爱，思雨的药膏很有效，我的脚已经不碍事了。那就好。娘娘，娘娘，您看这太液壶里的花开得多好啊！确实不错。皇上和皇后娘娘吉星高照，满堂的荷花必定盛开，正所谓天象吉祥，物燥民丰啊。思雨所言极是。娘娘，茶点已备妥，请娘娘入凉亭歇息。娘娘恕罪，哎，走开！哎，正儿，正儿你怎么样了？灵儿，你先不要着急，我们还在想办法。这儿中了什么毒？启禀王爷，王妃是中了金冠银丝蛇毒。灵儿，月正的伤势不易被搬动啊！灵儿，灵儿。怎么回事啊？正儿中了蛇毒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月正，月正他怎么了？二师叔，快来救救正儿，正儿他中毒了。
施主，正儿他怎么样？我已经将蛇毒从他的体内逼入了经脉末端，你赶紧派人去把青儿找来。好。你们两个每隔一个时辰帮他向外逼一次毒血。叶泉，跟我来。师叔，我能做些什么？看来是有人做了手脚。娘娘，金冠银丝蛇剧毒无比，这一次两王妃怕是死定了。死倒未必，你别忘了他的师父可是解毒高手，不过这一次他少不了要吃点苦头了，这也算是替寻儿报了仇。沈公公，难为你了，居然知道用鸡冠花枝来吸引毒蛇。娘娘，金冠银丝蛇在咱们京城啊很少有，但是在小人的老家可多着呢。我们那里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在家里啊从来不种鸡冠花。不过娘娘，您说梁王爷会看破其中的端倪吗？看出端倪又能怎样？他只会认为是思雨所为。娘娘此计甚是高明，一石二鸟。不过就怕思雨小姐知道了会和娘娘产生芥蒂。思雨那么恨月征，我这是在帮他，就算受些冤枉他也不会怪我的。而且寻儿将来倚重杜志安之处甚多，这次袁月征死了最好，如果没死也必定让凤林对杜家深恶痛绝，势不两立。哦，娘娘高明。